他们造线了，我上这个状态略差。 太稳了，没办法，兄弟们，太稳了，出来吧，我的印记。 加起来神秘的，鸡了个鸡，神秘的赵信上头了吧？上头了，上头了，这老铁，他就很不服，知道吗？这很明显是上头了，这波还来有点太不理智了。 他已经上头了，思密达。生气了，生气了。 亚梅下路就发育嘛，现在。 有点小机会。赵信，在我蓝，在我蓝，兄弟们，快快快！ 等下去越塔了，换几个。那我反他蛤蟆吧，蛤蟆马上刷进去了，刚说就刷了。 那我是不是可以对摸赵信呢？
还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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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换一嘛，无所谓的。这波蓝 buff 要刷印记了，直接过去吧。我就知道好鬼传说，我直接我不去下半去刷野的，我直接要去蓝 buff 找这个赵信。他这波没闪，我要连人带印记一起控掉。这就是我贪心的我。看到了吗？哇、哦，好强的主播呀！我操，那什么跟我玩呢、啊，赵信？赵信心态崩了，真的要崩了，完全的碾压。再反他个蛤蟆吧，好吧。完了，闷了，兄弟！我那先锋没解，心态崩了呀！我操！哎呦，难受难受！我操了！我怎么没解他妈先锋啊？哎呦，心态崩了，真的，这先锋搞我心态了，完了完了，我心态崩了。哇的佛啊，操了，好难受啊，心态崩了。谢谢啥子啥子啥子的魔法书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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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乱了乱了，这太致命了，怎么犯这么低级的失误啊。出大事，真的出大事。直接上票了，我操！是因为我野区把赵信打得太烂了吗？啊，所以他。